我是观光列车长的110年2月28号台北捷运那个淡水新一线双连站8点整所拍摄的是开往大安的7301型高音量系统刚刚的时间列车，有031跟02，031、032编组，有高音量系统刚刚的时间。中央站停靠，关闭车门。我今天应该要去回去228纪念馆参观的，毕竟今天是228事件，对吧？228事件的那个发生日的有一段指引告，还有大安的 C301型高压系统刚刚为时间列车在台北站停靠，8点02分停靠，031、032编组，开启车门。关闭车门。谢谢各位，如果下面一个马掌门多多对我们大家光片，就那拜拜。